玉真宫名列武当山九宫之一，供奉曾在此隐居修炼的传奇道人张三丰。张三丰又名真仙，玉真宫解释为求欲。 盘底的碗，大个金球，破破落落，破落落落，木瓜塑底的碗。玉真宫素以优雅静穆著称。
被誉为香霭栖霞楼、仙乐空中流的灵境，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它将迎来巨大的命运改变。南水北调一十年，丹江水要淹。从我的这个信仰当中，就是我这搬到外地，我还要来看几趟。时间进入2011年，有关玉真宫的保护方案依然没有定论。此时，丹江口大坝已经于一年前全部加高到底，拯救玉真宫已经迫在眉睫。摆在古建筑保护专家面前的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最简单，拆迁重建。但这个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多数人否决，因为异地搬迁不但使玉真宫失去了所依存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也破坏了古建筑真实的原貌。文物部门提出了第二种方案，筑堤为堰，做法是在玉真宫前修筑一道长堤，与水库隔开，这样既能避免宫殿被水淹没，又能保持古建筑的原貌。但专家调研后却发现，该方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弊端：当蓄水到达玉真宫脚下，四周的堤堰就时刻处在决口的危险中；而在雨季，大量积水难以排除，也会造成严重的水患。在第二种方案遭到否决后，专家们又提出第三种方案，原地鼎盛，也就是将包括东西宫遗址在内的占地50000多平方米的玉真宫整体抬升15米，这样可以最好地保留玉真宫的原始面貌。但是耗资巨大，工期过长，且施工过程风险重重。就这样，玉真宫的保护方案迟迟不能确定。但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已经进入尾声，不久将具备蓄水条件。如果时间继续拖延下去，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既定进度严重影响。2006年深秋，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已经进行到第二年。一支考古勘探队走进河北磁县西南部的公墓区。你看这是很粗的沙子，那河沙那样。带队的朱延石博士常年驻扎在这里开展考古发掘。这一次，他的任务是排查和保护北朝墓群遗存，以保证南水北调工程顺利通过。与北朝墓群10几里地相望，这座土质建筑物被称为邺城遗址。东汉建安9年，即公元2004年，曹魏政权在漳河北岸营建邺城作为国都。绿树掩映下，这方残存的夯土就是著名的铜雀台。曹魏以后的后赵、东魏和北齐相继定都邺城。邺城是北朝贵族的生活区，而相邻的磁县是他们的墓葬区。1000多年前的那段恢宏历史积淀下来，为这片土地留下深深的北朝文化烙印。朱延石的考古队传来消息，他们在北朝墓群有了新的发现。这座编号 M003 的古代墓葬恰恰处在未来南水北调中线干区的中心位置，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墓室西侧，考古人员发现了完全朽坏的一棺一椁，
棺内有一具人骨，棺椁东侧分布着144件彩绘陶俑。在朱彦士的文物修复室，摄影师正在为 M003 号墓出土文物一一拍照。在出土的近200件文物中，以陶器居多。这是两只成对的镇墓兽中的一个，古人认为它可以震慑地下的恶鬼。它是一个人的面孔，它的留的胡须啊，还有它的眉目的这种特征啊，实际上是有胡人的就这种特征。古时的战马都身披铠甲，这是北朝时期重装甲骑兵的典型装束。而马镫的发明与普及，更让这些骑兵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个陶俑手拿破锣，正在劳作，非常平静，还是幸福感十足那种感觉的女性的形象，在劳作当中的一种愉悦的这样一种表情。整个这个雕塑呢，也真是非常的完美。发掘工作准备暂停，到来年春天继续进行。就在正式停工的几天前，一个傍晚，当考古人员准备打开墓室的门砖时，一块方形石头出现在眼前。当然大家非常兴奋，但是就是考古工作呢是这样一个性质，就是你不能没有好奇心，但是呢也不能有过重的好奇心，比如把这一看见一个墓志马上给它揭开，到底看看是什么东西，那是不可以的。朱彦士知道这是一块墓志碑，他和队友按那种激动，将石碑小心地搬运到修复室。打开呢并不是很费事，因为它紧紧的等于是压在一起嘛，也没有什么粘接剂啊或者什么 多困难的事情。当然就是说支盖上面会有一个铁环，如果说我们提着铁环也可以，但是那个铁环锈蚀的非常厉害，不能够直接提那个铁环，然后就把旁边的土呢略作清除，然后慢慢的移动，就能够把这个木质的支盖呢给移动开。移动开的时候呢，就墓志的这个上面的所有的文字呢，就呈现在面前了。龚会户，字保安，河南洛阳人，世祖太武皇帝之曾孙。根据墓志，墓主人是东魏皇族袁护，而世祖太武皇帝正是那位曾灭北燕北凉而统一北方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而历史文献中迄今还未发现与袁护相关的记载。这个人呢，他的这官品呢，到了就是做徐州刺史。他就是到了邺城之后，这个就算最高的实职吧，是徐州刺史，所以在当时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军事将领。这里是袁护墓的原址，经过完整发掘与保护，而今南水北调中线从它的中间穿过。据墓志记载，袁护葬于邺都城西张河之北王陵区内，这一重要信息
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体积庞大的藏品。1963年，美国协助埃及建造了阿斯旺大坝，位于下游的3000多年历史的丹东神庙面临保护问题。最终，埃及政府将这件文物赠送给美国。整座神庙装入640个集装箱，运到纽约。然而，这种国际通行的文物搬迁方式，似乎并不完全适用于玉真宫。在参考了全球多个文物搬迁案例之后，经过长时间反复探讨，专家们的思路开始向一种新的设计聚拢，将玉真宫的3座宫门原地抬升15米，其余建筑则予以拆卸，待填高土方后再按原样复建。此前为古代建筑整体抬升的世界纪录是3米，玉真宫顶升工程开创的高度是前人的5倍。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顶升面积缩小到原来的近1/30，而顶升15米的高度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各种困难接踵而来。2011年冬天，玉真宫开始大拆，除了未来准备抬升的山门和东西宫门，其余建筑予以拆除。每一块方砖经过岁月磨砺，都保存了不可复制的历史信息。人们小心翼翼，保证所有的构件万无一失。水北调中线进入河南省新郑市，这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设在新郑的文物修复室。修复人员正在将数以百计的青铜碎片一片一片拼接起来，这是一项繁复而艰苦的工作。马俊才是驻扎在这里的考古队领队，像他的许多在田野工作的同行一样，常年驻扎在距离郑州100多里的新郑。他身处的这座古刹，沉睡着2000多年前的一段历史。这是被认为现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土质城墙，它始建于春秋时期，长约45华里，高度达16.7米。西周结束，原西周治下的郑国随
有新政，政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达539年。新政城西的郊野埋葬着历代韩国国君和贵族，韩国曾强盛一时，名列战国七雄，但最终被秦吞灭，六国之中第一个并入秦的本土。2006年，一项发掘任务摆在马俊才面前。位于新政西部的这两座并排挨得很近的封土碑，当地人称胡庄大墓，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将从此穿过。从地理位置判断，它处在历代韩王墓群范围之内，它会不会是韩国国君和王后的陵寝？通过一些重要的出土证据推断，在大墓上还曾经建有大型的地面建筑，两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分别将两个巨型的封土堆罩住，在坟冢上增加地面建筑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而这样的豪华程度一般只有国君才会享有。2006年秋季，胡庄大墓开始发掘。不久，两个独立的墓穴重见天日。马俊才为他们做了编号，小的叫一号墓，大的为二号墓。出土的文物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惋惜。这是一个方壶的盖子，它的身子呀、是被盗墓贼偷走了。它要如果它不偷走的话，它怎么有这么高啊？这个盖子已经非常的重，上面又是这些兽啊，又是有铭文，还有刻画的花纹。身子的话没被盗走的话，它在上面呢，那也是很多的这个铭文的。像如果这能发掘到一个这种方壶这么重器啊，那么就是这一个大墓也是也就非常过瘾，非常值得了。啊，而且这种方壶啊，是每个墓都要出两件的，就给我剩下了这一个重重的方壶盖子。2000年前，中国人的铸造技术已足以使他们制作出如此精细入微的金属制品。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而著称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说：“没有任何西方。”在青铜器铸造方面能超过古代中国人。这个很重的青铜器是一个大型圆帐篷的中间那个滑盖顶，八个环是便于挂这些绳索的。我们做个演示，就是这样穿法，挂到这个鸭嘴上面，轻轻的一拉，方向随时可以这个活动，八个方向。这些青铜构件相互铆合，最终可以组合成一座完整的方丈。虽然出土文物只有500件左右，但是从器物级别来看，越来越接近马俊才关于王陵的判断。一次，马俊才仔细端详一件由残破碎片拼接而成的铜鼎，他发现了巨大的秘密。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的王后两个字，出现这两个字代表了一是王的夫人所用之器，另外在那个时期的王宫这整个都叫王后宫，
也就是说这件器皿呢是王器。马俊才认为一号墓安葬的是一位王妃，二号墓安葬的则是韩国的君王，但大墓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韩王呢？马俊才很快就有了新的推断。这是一把出土的青铜戈，上面有一个裂口，戈锋上这些豁口是古代战争留下的痕迹。在这把戈的这个部位，我们又发现了六个字。这六个字，第一个字是三十，就是这些年号都代表王在位的时间，就说明这个王啊，他就最少在位三十年或者三十年以上。那么我们看又这把戈的这个形制呢，又像是这又是战国晚期。那么战国晚期韩国国王在位超过三十年的，那么只有桓惠王一个。马俊才推断，服装大墓的墓主人极有可能是韩国倒数第二代君主桓惠王。正是这位桓惠王鬼使神差的促成了中国古代一项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桓惠王在位时，韩国早已风雨飘摇，王气黯然，西邻秦国更是虎视眈眈。为应对强秦，走投无路的桓惠王采取了提秦之计。他派水工郑国游说秦国，修筑一条大型水渠，以发展秦国农业之名，实为耗尽秦国的国力。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这条千古名渠依然流淌不息。当年的桓惠王不会想到，正是这条水渠促进了秦国农业大力发展。关于水工郑国，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它更多的印记。这是在郑韩故城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排水管件。那时候的韩国已经有了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这些陶制管件环环精准相扣，呈现出高超的烧制水平。也许只有在这种土壤才能诞生伟大的水工。而那位桓惠王，在他离世两千多年后，他的名字因为另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而获得重生。武当山下玉真宫文物保护工程从未停止。为了提高抬升的稳固性，让古建筑不至于在抬升过程中受损，工程人员首先用钢结构将建筑物进行加固，相当于把它们套进一个结实的钢铁笼子里。在东西宫门和山门的底部，将浇筑一个厚达1.2米的混凝土坡。工程人员先把原来青砖基座下的泥土层掏空，然后进行浇筑，并在水泥托盘底部四周放入12个建筑底，山门也采用了类似的施工工艺，只是它的体量要大得多。整座山门加上底盘，重约4600吨，要动用48台千斤顶。2012年8月1日，玉真宫即将开始鼎盛。编制会是玉真宫鼎盛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承接了这项极富挑战的文物工程。几个月来，编制会
一直在武当山与石家庄总部之间奔走。现在准备好了没？都好了 ，OK， 都好了，都好了 ，OK。开始工作了啊！好。十二台千斤顶蓄势待发，但是能否成功的顶起，仍是未知。按照工程计划，它将在五个月后抬升到15米的预定高度。然而，意外发生了。2012年8月底的一个午后，编制会接到来自武当山的电话，顶升中的玉真弓出现明显的倾斜。如不加以控制，就有倒塌的危险。一个漏洞，应该说一个小漏洞引发了这么个这次这个事故。原来，玉真弓在顶升时，工程设计人员忽略了一个微小的技术误差。玉真弓依靠底部安置的数颗千斤顶。当千斤顶完成一次顶升回游的时候，需要加一块钢制电墩临时支撑。多次高强度加压造成电墩的弹性失调，当它的变形程度超出一定范围，再加上千斤顶本身的水平误差，顶升的循环次数增加，微小的误差累积下来，就会造成整个水平面向某一方向倾斜。建筑学上称之为水平漂移。这种倾斜发展到最后，建筑物将轰然倒塌。当时是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到了晚上6点多的时候，偏了1公分多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变形越来越大。一白天，然后加上搬晚上嘛，就把这方案调整，把这个千斤顶底下的电墩啊加大，加大之后它这个承载能力提高，变形量会减小。经过调整，千斤顶的数量增加1倍，东西公文的千斤顶数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24个，山门的千斤顶从原来的48个增加到将近100个。与此同时，将钢制电墩整体加大，从300-400平方厘米的接触面增加到600-700，整个顶升系统的承压能力增加了1倍，而变形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将变形误差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规避了水平漂移。那你那个备用千斤顶还用上呗？我现在可能不用了，就看这一次。水北到东线，从南到北进入山东，
与京杭大运河交。这条流淌了1000多年的古老河道，也参与到南水北调的输水任务中来。这是山东聊城东昌府区的一段河道，由于河道多处淤积，近百年来处于半荒废状态。南水北调工程将让古老的运河重焕生机。这里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船闸，土桥闸。土桥闸建于公元1471年，自明代运行了近500年之后，淹没于厚厚的黄土之中。经过数月修复，土桥闸的闸口呈现出整齐面貌，而完整的土桥闸不止于此。聊城土桥闸是大运河上被完整发掘的第一座船闸，这是经过复原的土桥闸全貌。船闸的主体之上曾经有座廊桥，东侧有一座古老庙。为了便于在修葺船闸时截断水流，开发了一条弧形的运河，上下游都建了进水闸和减水闸，用以调节水量。这些设计体现了古代水利建造者的智慧。埋藏于淤泥中的文物终于重见天日。聊城土桥闸共出土明清陶瓷器近万件，铁器和铜器数千件，另有各类古代生活器物若干。它们汇聚在一起，构成古代运河码头的繁华画卷。土桥闸出土了3000多枚明清铜币，在当时的船码头，舟船行经船闸时，人们会向水中丢一些铜钱，用以寄托平安。
这件器物呢，它是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出土的一件邢窑白釉瓷器的精品，它出土于内丘县南中冯墓地。这个墓呢曾经被盗过，但是这件白釉罐呢，它却保存十分完好，十分难得。这件器物它的我们所看到的这项成果展呢，是高清县陈庄遗址的一个考古成果。那么在我们面前，南水北调东线，在山东高清县发现了。